然后接下来要唱一首新歌，是第七感这一张新专辑当中的一个跟以前很不一样的歌曲，叫做《永远》，它也是关于爱情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幸福永远吧。然后我的耳机线又缠在耳环上了，好，随便吧。有没有人是第一次看我跳舞的？没有，现场是第一次。哦，这么多人，那我要多跳一跳了。我觉得以后。我说的是，说的是说。掌声啊！掌声啊！掌声啊！这个真的难到我了，我顶多会带长沙味的普通话，你说是吗？因为我记得哈，我现在都还记得，大概九年前，然后在演播厅里经常听到这个湖南台的工作人员互相拿对讲机，全湖南卫视的人每一个人都叫同一个名字，亲爱的，你到我这里来一下好不好？亲爱的哈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叫亲爱的，所以今天亲爱的，我们继续唱歌好不好？